是女鬼，又喝多了吧？我说什么呢？是真的呀，就在他们上面站着个女鬼，满头白发的。玉秀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就随你们去看一眼吧。这大半夜的吵什么吵？我的被子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怎么回事？这是？这个，那个，你是谁啊？你好，我是新来的。你这家伙，当我们是傻子吧？下来了，给我滚下来！下来，快下来，下来！什么人？赶快给老子下来！下来，下来！有本事你上来呀！下来，下来啊！好大的胆子，别让他跑了！还往那边去了，站住！快追！你还不快下来！你这个臭小鬼，跑不掉了！快下来呀、啊！你下来！嘿嘿。有收获吗，灵儿？玉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刚遇到的人都叫我妖怪呢。我有长得这么可怕吗？啊，对了，狐狸应该怎么叫？是这样吗？那个是喵。哎呀，这些都无所谓了。